姿态水友队 MOG 2-0 FPX 以主播队身份闯进德杯八强，直接创造历史。爱泰这回好有面子啊！就在今天，德杯主播队最后的荣光 MOG 这支前身为儿子质量杯弹幕抽出来的水友战队，我也不曾来过，你们都懂。上单质检员，上单唯一质检员，这个直播间的唯一质检员，正面击败 LPL 职业战队 FPX。而且是两把急速碾压拿下 FPX， 连30分钟都没坚持住，这也太特喵梦幻了。曾经我们玩梗弹幕抽5只上去随便杀，这次真映照进现实中去了，这就是纯粹的草根逆袭，纯粹的爽文，不声不响间闯进德杯八强。之前被寄予厚望的 LML DU 建议多学习学习，当然有必要说下 FPX 这边翔哥没上，主力是小老虎和 Care， 其余全是二队吊着一队，但终归是 LPL 战队啊。在首局盲选模式中，儿子甚至一度认为能赢一把就是成功。这应该是不曾来过，就是打这个比赛以来碰到的，应该是强度很高的上单了吧？对，目前为止碰到最高的上单了吧？差不多。怎么说？难道要一波先锋团决定成败？王子月先上了，被秒，然后不曾来过也上单，怎么回事？这波脱节了呀，左边两只和右边三只，吉利宝，吉利宝可能要被逼闪了，有六级真不一定打得过啊。上来一口，喂呦，再闪回来白上来，逼上的拉没拉到，不过应该也能杀，吉利宝吃下这个人头，喂呦 MOG。 哎，但其实说实话，对于 MOG 来讲，盲选局拿下了才有机会啊。如果盲选局拿不下的话，后面征召太难打了。哎，小老虎上当了，这波要着了，小老虎一定死了呀，没有闪现的。怎么说，如果说方 plus 先动小龙的话是不占优的。哎，晕到一波两波三波四波不成，闪一下，哇，可惜被躲了，但是无所谓，还是死透了。下个 Q 就死了呀，小老虎已经能好了。怎么说，晕倒再往后跳还是吃。不曾来过，单吃小老虎。那这样的话，上路单带线领先太多了呀。哇，上路这一波直接领先2000块了。而且这把不曾有点稳，直接护甲先，哎，逮住！哎呦，过晚如梦。是，那这样的话，小龙应该要不了了，还要去吗？还在射，没有腰带了呀！上来硬开阿萨，今天挡到了，想白菜，白菜，白菜先倒，但是亚索也倒，不曾来过，在里面哎呦，吉利宝，兄弟，吉利宝在外面偷输出偷闷了。哎，小老虎可能要被越了，反击风暴用过了，直接被越，小老虎。哇，两下直接太简单了。哎，大刀大三只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白菜威打不用开出来的，再滑再滑。把所有人都打成残血，吉利宝又收割了。哎，叫下击下小老虎也走不动了，一飘，哦，差一点点。那这样的话，大龙有了呀。正面尽可能的给到压。哎，想开，吉利宝，吉利宝有表，再交闪现还是要被留。哎 ，TP 过来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波不好说，这波不好说。如果是踢过来的话，是女刀踢过来，没大刀人，还在拉扯。怎么说上路能突破的？为什么正面给了机会呢？贾克斯上面开打了，但打不动剑姬。一破、两破、三破、四破，已经能好不了。喂，不曾来过。滑板鞋滑拉到两只白菜，在操作 QA 死了。怎么说，滑板鞋还要再拉，有盾弓打不动，有眼吗？没有眼了。亚索也被单吃，兄弟，哎，亚索回来也被虐一波了呀，昏大头了呀。如果卡利斯塔还不敢看这个剑姬，真不敢看呀。闪现 A 两刀，算了，一波吧，稳一点。哎呦，
哪怕他们这个 BO3 后面输了，他们都已经赢了。25分钟，把方布拉斯虐了，我压你威。我先。有点疯狂，真的。三板斧太猛了呀！直接来个1000大米，埃泰免费抽，现在加入埃泰还不算晚。我操，我好想加入兄弟。埃泰真的好有面子啊！太有面子了！哎，你他妈好好打你的比赛，怎么还勾巴过来送本魔法书啊呀？你这MVP 不曾来过。如果说第一把盲选模式 FPX 吃了三板斧的亏，第二把征兆模式就该是 FPX 一展实力的时候了，结果还是一碰就碎。哎，小老虎，你打！小老虎在干嘛？兄弟，他想升二级，但是那个远程兵死也不升二级的呀。难道说后 Q 能走的呀？这个近视后期真的没用的，好吧？哦，我有断到了，断了，死了呀！不曾来过，直接被秒，可惜。哎，一勾被勾断了，吉利宝，但是反手白菜 V O 反推，猪女被秒，看近看近，四枪射完，右边没人掉血。会真的放 plus 回家了吧？哎，甩到了，打招呼，叫闪拉走 ，care 叫闪过来，哎、上头了 care, 在干嘛？存在上头 ，care， 上大头。哎呦，不会打完方 plus 基地也要被贴海报了吧？扛打扛到死一波了，埃泰举起双手，现在所有的埃泰举起双手庆祝 MOJ 的胜利，已经不用举双手了，举双手是给元气的，这么牛逼他们，我这我这太疯狂了，埃泰真的好有面子。艾泰这次真的太有面子了，但面子也是靠自己争取的，谁能想到儿子无意间的一个质量杯弹幕里挑出来的水友可以干碎 LPL， 直接冲进八强迎战 EDG， 只能说亏贼，这也太励志了，希望 MOG 这支战队能够走得更远，我艾泰具有面子，这波艾泰们必须点个赞再溜。